南花苗寨坐落在巴拉河上游，是一个民风淳朴、风景优美的小村寨，也是巴拉河流域长群苗农耕文化典型的天然博物馆。这其实很难的，这个但是也简单啊。这个树叶就在北京也挺多的，万年青。它的乐器是就地取材，就地取材，拿到就可以。这种演奏形式，对，我之前也是有所了解的。随便摘一片树叶就能吹出曲来，可以说这是最简单的一种乐器。咱们苗族同胞在音乐方面就是这么有灵气儿。苗族飞歌的飞字在苗语中就是喊的意思，大多数苗家居住半山腰，经常远距离的对话对歌，因此造就了这种高亢嘹亮缭绕远方的歌种。这个苗族这个歌的这个风格就是长音长音，很柔和的很顺的自然地把它滑音下来，对，然后再起它这个滑的特别特别自然，它就是这个特点，每一句都是像站在山上，我要唱穿，就是从这边山头唱到那边山头的人都可以听见。哎，再唱个别的，我们多听一下。这样来一个单带啊，等一下来前面。飞歌的英语范围非常宽广，大部分都在8度以上，出现30度也不足为奇，所以歌声能让几里外都听得到。真的很棒，我第一次听，对对对，第一次听这样的乐器，嗯，非常非常棒。它的这种音响出来的感觉，就好像集中了很多乐器的这种特点在里面。对啊，那么这个琴呢，我在国外演出的时候，国外的专家很吃惊，说这个乐器很像我们小提琴的前身。后来我到法国的时候，到了这个法国的一个音乐博物馆，看到了。很像牛腿琴的小提琴的前身，它只有一个画的图片，没有这个实物了。我是第一次近距离来了解牛腿琴这种乐器，它和其他的乐器都不太一样，是很特别的一种古老的乐器，并且能与人的歌声很和谐地融合在一起。民歌的美，美就美在它单纯、真挚、质朴，不需要伴奏。它是歌手面对天地、面对自己、面对劳动、面对心上人用本嗓唱，心中所想即是口中所唱，毫不隐瞒，是来自大自然的歌唱，是最有生命力的音乐。